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不要放啊？因为我想把它放在保特瓶里面，我要带回家养。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你现在有怎样的情绪跟感觉？小红要把它抓到保特瓶里面养，变成蝴蝶没有自由的生活。如果你是一只蝴蝶，你每天被关在这个空间里面失去自由，那是多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。请大家一起动动脑，找出蝴蝶最喜欢吃的植物吧。蝴蝶蝴蝶三个字美丽。请问老师，他们两个的配对跟名称正确吗？多翻阅一些书籍，能够去认识它，然后在野外我们再来观察的话，这样子会加深我们的印象，大家都可以成为蝴蝶专家哦。